咁仲有啦，問埋 chat room 有人想問只823啊，想買少少長揸喎，咩價位好？絕對建議是可以買的，因為睇法上真的正面的。除了你話近期佢呢個禮拜裏邊幾單嘅收購都看得正面之外咧，其實本身佢而家嗰個價值，因為好多睇呢啲 REIT 咧都會對翻個 NAV 嘅。咁其實佢啱啱最新嘅季業績見到咧，其實而家現價係比 NAV 有 discount 嘅。其實最好嗰陣時間係反而日價成一成添嘅，而家係有 discount， 其實而家個價算係吸引嘅。二嚟其實佢息亦都係不斷有啲提升，如果計埋今次個中期息，如果當你末期息下次都係差唔多都好啦，其實應該係會升添嘅。咁其實個現價息率其實係成4厘嘅挨近5厘嘅，其實以領展嚟講係算一個好高嘅一個息口。咁所以的確係一個幾好嘅中長線選擇。如果你話買呢啲位可以買一注先㗎啦，因為其實冇一個絕對嘅價位可以 hold 嘅。咁我覺得呢啲價位可以買第一下，但係如果你話落翻去，譬如有機會回翻去68、67.0呢啲位咧，到時再加咁會比較好啲。咁但係真係傾向中長線少少啦。咁我覺得無論從收息或者從業務面方面比較穩定，再加埋其實最新嘅業績見到咧，其實佢有啲嘅業務咧已經翻翻去曬疫情前嗰啲水平嘅。咁所以我諗睇法上講，其實佢算一個幾穩陣嘅選擇咯。Hi.